东山呢，被誉为海南第一山，第一在哪里呢？第一在佛教文化传承，第一，咱们海南的佛教文化最先传入的就在我们东山呢。早在唐代，已经有僧人雷真海大法师披山进境，弘扬佛教化。马王浩这两尊是他的总玉部，而且总玉部法，所以你到了别的寺庙就根本就没有了，造船啊，造房子啊，都是他们。所以为什么只有人间寺有这些佛像呢？他们不清楚，就是这有，只有是皇家的寺院，他们供奉的就不一样。供奉的必须是按照皇家的这种风俗要求来做的。Thank you.
南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，古老与现世结合，时实与浓厚相间，是当代的南海佛教。2010年2月6日，义顺大和尚当选为海南佛教协会会长。2012年9月23日，义顺大和尚荣膺海南三亚南山寺方丈。针对当时的宗教发展状况，义顺大和尚按照中央统一安排部署，结合宗教工作的实际，带动了广大信众，把海南佛教事业不断向前推进，为海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对海南省佛教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。